嘉义县为着表扬乐冈对经济发展的成果和贡献，日前举办模范乐冈表扬大会。活动开场由台塑企业新港牛吉他社为大家来演奏，观众嘛都会一同伫现场来歌唱世界第一等，展现出乐冈的活力。王章良强调，自从上任以来，积极带领管护团队来拼转型，乐冈更加是未欠一个人力资本。每一年的五月一号，就是劳动节，那是全世界的节日，等于说在五月一号这一天啊，全世界的国家都在庆祝劳工节。那实际上劳动才能产生结果。那实际上我们现在的眼睛所看到的很多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劳动的成果，包括你看到的房子、看到的马路、你穿的衣服、你穿的鞋子，全部都是劳工所做出来的。所以为什么全世界都在庆祝劳动节？然后从有它的原因。那所以我们在这边嘉义县政府也举办我们的劳动节的颁奖活动，我们在这边庆祝所有的劳工，大家劳动节这个快乐。王章良表示，最优秀的乐冈拢是嘉义经济发展的重要人物，感谢所有乐冈朋友长期为嘉义来奉献。管护团队会继续推动各项保障乐冈的措施，同时嘛希望乐主和谐，做伙来拼经济。记者黄佩佳关采访报道。